心里的小甜甜，我的努力你都会发现，一个微笑就胜过。这首歌就很有趣，叫小甜甜，很多人会想说是不是有故意取样，但就我的了解并不是，对不对？其实当初因为这首歌是我们那个内地的一个作者写的，那他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要用小甜甜这个旋律，去把这首歌完成这样子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公司老师他们讨论就觉得说，那我们干脆就叫小甜甜好了，就直接顺着这样子把它发展下去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 demo 的时候这首歌是叫晚安啊，对，也是一首很舒服的歌，就是一个男生唱给一个女生听这样子，就是就像晚安曲这样子的歌，就是陪在他身旁的那个感觉了。对对对对，后来他们就觉得，那我们就直接叫小甜甜，更强烈把这样子的印象直接告诉大家这样子。像如花的昨天，像艳阳的明天。现在的你就是感情是比较这样空窗的这样子，大家也还替你挺忧虑的，公司都鼓励你，有多么的幸福啊！一般的公司都不准的，你居然是公司可以鼓励你，公司一直那个帮我那个牵红线，好多人哦，真是太幸福了我。这次发专辑跟好多人合作、哦，对啊，真的太棒了。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，就是里头哦，就是你正在唱的这个小甜甜的角色，会是真正生活当中的你吗？不会。不然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人？我是一个 很理性的人。嗯，真的？对，真的，我不会跟他讲。你什么星座？双子座。哦，双子座基本上是还蛮两极化的。对，你可能只是还不知道，你有可能有一天会唱着小甜甜，而且是发自内心对着你的另外一半唱的，真的，我必须要先跟你说，你只是还没有被开发出来而已，不要太贴切。也有可能哦，对，就是可能爱情这个东西在我的生命中，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渴望是得到心灵上面的东西，对，所以就是那种可能外在的东西我并不会那么的去要求，可能我会希望遇到一个很了解我的人，可能我只要讲一，他就知道我的二、我的三是什么，那我就觉得哇，天哪，那我可能就会疯狂的爱上他这样子。哦，对，我很喜欢是这样子的，心灵交汇是对你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对对对，可能他讲一句话可以让我一整天都开心到整个疯掉这样子，可能他也可能讲一句话就让我整天就是乌云密布这样，我觉得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我觉得其实的感觉不是真的，是因为你还没碰到。当你碰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你说我在爱情当中是很理性的，你会把这句话吞回去。